香港一個很怪的地方，有些應該是常理的常識的東西都有些人會變到講到很複雜。愛國者的定義，除非你說樣都是用一個法律的定義來講，但是用常識來講，愛國者是很容易理解的，是吧？愛和不愛，就是愛第一樣東西就不會搞破壞先，搞破壞一定是不是愛國者。愛國者可能就是首先要認同先，接受先，這個最基本，如果不認同不接受，何來有愛呢？如果說能夠過了這個認同接受之後，你能夠又搞建設，那你看到愛國者，我講就是你在中間著物最基本的，說你起碼要跨過這個門檻，你要認同接受一個國家，你不認同接受國家，何來談到愛呢？好了，在這個門檻度以下的就是在破壞緊，破壞緊一定是不是愛啦，是不是？好了，你過了這門檻之後，你呢就去建設它，那這個更加明顯是一個愛國者。因為 我自己作為一個常識的看法，愛國者，但實際上愛國者本身作為基本法的一部分呢，本來就是我們的立法原意來的嘛，本來就應該要得到全面的落實的，但是因為種種原因，在我們回歸了這20多年呢，都不能夠全面落實到嘛，所以這一次人大決定呢就是撥亂反正嘛，就有鑑於過去20多年香港在管治上在社會上出現的種種的問題，咁啊針對佢嘅問題嘅癥結嚟到咧，係以完善我哋嗰個選舉制度作為一個解決嘅方法嘛。愛國者一致講，咁如果呢排大家都講好多啦，鄧小平先生講嘅時候，當佢構思一國兩制時已經講到嘅啦。但佢個對於個愛國者嗰個要求，就好似我講個門檻嘅要求，譬如佢話你啲民族，即係我哋中華民族啦，你尊重你自己嘅民族，尊重啫嘛，就係要你尊重自己嘅民族。你不會講啲古靈精怪的名字，好像有一些曾經有些人用啲好古靈精怪的名字嚟講一個中華民族嘅，顯然就喺呢個門檻嘅下邊啦。呢樣嘢咧，對於國家，佢就係要求你咧係誠心誠意，去到咧就係認同國家咧恢復行使對香港主權啫嘛。即係話你要誠心誠意係認同國家嘅主權，呢個對於國家。第三個層面咧就話你唔好破壞香港嘅繁榮同埋安定啊嘛。你看他對於愛國者三個要求都是很基本的嘛，對於民族你要尊重，對於國家你要誠心誠意 去認同他的主權，對於香港你就不要破壞他的繁榮安定。他沒有說過你要建設什麼，沒有說過你要為中華民族做什麼，沒有說過你要為國家做什麼，亦都沒有說過你要為香港做什麼，所以他的定義要求其實就是很低的。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我覺得全面落實這個作為一個立法原意，我是應有之義，我也不覺得有什麼艱難的地方，有什麼困難的地方。另外有些人呢就是可能是誤解啦，可能是有意誤解啦，可能是認識不足，他對於愛國者這次講想了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比如說是不是篩選啊，是不是這個排斥啊，是不 是不民主啊。大家如果這樣看來講，就是如果你愛國者治港，第一它是一個常識啦，一個很正常的政治倫理啦，再加它一個立法原意的時候，它怎麼會篩選呢？比如說 你假設我們現在去到是某個專業的，我們在香港我們習慣了專業團體呢都有自己一個自己管治的，我們在法律也好，我們在個醫護界也好，我們要去參與這些法律的團體或者這些醫護界的自己的管治，你是不是要符合一些標準的呢？是不是一定是的嘛，它不可能是沒有標準，它一定有標準。那好了，現在我們講到更加重要的，我們治理香港，治理一個特區，為何突然間又變成沒有標準呢？這個我覺得又怪。所以這個愛國者治港本身，我自己覺得不是一些什麼篩選，不 是一些什麼是排斥，亦都不是說一個不民主的方法。首先我們要說，你要怎樣確保呢？就先說就是你的出發點是怎樣。現在我們是完善的選舉制度，
係確保咧，就係以愛國者為主體嘅，嚟到治理香港啦。可能我哋習慣咗用一個西方思維咧，我哋用三點嚟睇佢。第一點咧就係佢個合法性。咁合法性無可置疑。頭先我講咗嗰個，首先我講嗰個立法原意本身。好啦，呢之外，其實喺我哋國家憲法，我哋喺特區基本法都有賦權咗俾國家，而稍後由特區咧係去到就呢個完善我哋嘅選舉制度咧，作出種種嘅修訂，同埋落實種種新嘅安排嘛。咁呢個就係嗰個合法性咧，係毋庸置疑。第二樣嘢咧就係必要性，因為你合法啫，你係咪真係要咁樣做？嗱，必要性咧，大家睇到香港過去呢廿幾年蹉跎歲月，近兩年出現嘅黑暴、打砸搶燒，差唔多毀咗香港。相信大家都會認同咧。而家我哋面臨一個咧，確實係要英文叫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就係一個咧係明確嘅、實在嘅一個威脅啊嘛。係咪呢個威脅係威脅到國家嘅主權，威脅到國家嘅安全，亦都威脅到特區嗰個憲制秩序啊嘛。咁呢個真㗎，所以呢個必要性亦都係喺度。咁第三點咧就係話嗰個相稱性啦。咁你而家要改嘢，咁我哋而家改咩嘢咧？就是、改落實翻嗰個原意啫。就係話落實翻就係以愛國者為主體嚟治港啊嘛，咁就呢個唔係一個新加力要求，而原本有嘅要求而要做翻好佢啊嘛。第二樣嘢，除此之外，呢個愛國者治理任何國家，全普天下全世界都係咁樣噶。咁如果你弄翻同一個要求，愛國者，比如話喺美國，你要求愛國者治美；喺英國要求愛國者治英，我相信冇人會覺得好奇怪。其實我哋而家做緊嘅嘢就係應該要做嘅。好啦，應該要做嘅就係點樣能夠落實得到我嘅治港咧？就係要制度化啦。咁制度化而家大家都好多討論啦，講點樣可以制度化到啦？譬如話係我哋個選委會嘅組成係究竟係點樣樣啦？個係審查嘅委員會究竟係點樣樣啦？咁呢啲我相信咧，喺人大常委咧都會深入討論嘅，因為其實我哋而家要做嘅嘢係好清晰的。在人大俾人大常委授權都係好清晰嘅，係話透過修改我哋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同附件二咧，係達至呢個目標啊。過去呢兩年出現嘅黑暴呢個亂局咧，就即係話啦，香港喺回歸之後嗰個發展個軌道咧係錯咗。可以講話係好似一個火車咁，你出咗軌啦，去到過去呢兩年咧，差唔多去到懸崖要跌落啊。幸好就係中央出手咧。就係、是、透過呢個係國家安全法，港區國家安全法嘅立法，係暫時制止咗呢啲連串破壞香港、危害國家安全同埋主權嘅行為啊嘛。好啦，咁你要跟住要做就係咧，就要一個跟進嘅工作，一個係明確嘅嚇，係一個現實嘅威脅之外，其實亦都睇到特區嘅管治過去二十幾年點解係咁困難咧？其中一個研判點解就係話冇落實到，冇全面落實到愛國者治港啊嘛，變咗係種種決策都唔能夠做得到啦，照顧到各個界別，唔能夠照顧到民生，照顧到社會嘅需要。而家只係一個我哋一個重新嘅開始啦。作為香港人咧，大家真係要諗啦。我哋講一國兩制嘅時候咧，必須清醒咁認識到咧，其實大前提。一個大前提不應該放在個兩制嗰度。我哋犯了一個最根本的錯誤就係咧，喺過去廿幾年個大前提放咗兩制度，樣樣有啲都要不同，而係冇放在一個一國嗰度。咁所以出現咗種種嘅亂子喺度。咁所以我覺得，首先喺個一國兩制呢個認識方面咧，先擺好咗嗰個大前提應該放喺一國，因為喺一國之下先會衍生到兩制，冇咗一國根本就冇兩制。即係話兩制嗰個落實咧，係必須依賴到一國個本身嗰個係個權威呢個一樣。你唔可能話透過一個兩制嚟到挑戰一國嘅權威。呢、這個正正就係過去香港二十幾年出現嘅政治現象。呢一必須要糾正。嗱，呢個阻力你可以講話喺內或者香港本身內部嘅會有。我哋亦都明白。我哋香港不少嘅市民咧，對於民主嘅認同咧係有偏差的。佢覺得話係
反權威，或者係反政府，就係民主。呢個反權威、反政府根本同民主係冇關係。咁呢個思維咧，其實就係當我哋落實呢、這個愛國者治港時候，我哋第一個會面到，因為呢個反權威、反政府呢、這個係已經好耐嘅啦嘛，喺香港已經。咁你而家要全面落實呢愛國者治港，呢班人都會走翻出嚟。我哋點樣能夠係理順呢一班人咧？等佢哋自己嘅認知咧，能夠去修正嘅認知咧，係嘛？因為呢個好緊要。有啲話我認同民主，佢當講認同民主，第一件諗起就係我反政府，我反權威。呢、這個唔係民主，民主係一個包容嘅，係理性噶嘛。咁呢個包容嘅理性係講緊包容理性咁去推動一個地方嘅發展，一個推動一個國家發展啦，唔係一個抗衡一個政府啊嘛。不是一個對立性，因為民主從來都不是一個對立性的，但是在香港很多時候就是很多人用一個對立性的看法，那這個也要處理的，剛才我說反權威、反政府，你還用對立性的，你就看的。那我們當然從政者，我們中央政府也好，我們特區政府也好，他也都要講清楚這個愛國者治港對香港來說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咁要講得明明白白啊嘛，咁你咪唔係淨係話我哋自己個別，我哋作為一個，譬如係一個政協也好、人大也好，或者係其他社會人士講，當然有需要，我亦都需要講，中央政府也好咧，特區政府也好，尤其是當人大常委有決定之後，我覺得咧有必要講清楚。咁啊好啦，呢啲想講就係一啲習慣咗所謂自認係民主派嘅人士咧，佢有呢種誤差，有啲誤差之外咧。其實其他市民啦，其他市民咧亦都必須承認，好多市民其實平時咧對於一啲政治咧都好冷感，但係經過過去呢兩年嘅動亂咧，佢就當然係希望能夠過翻一個好日子啦。咁對於咧其他市民，我哋而家必須要人流講到俾佢聽，嗱而家我哋完善咗呢個選舉制度之後，跟住嚟嘅日子係咪大家都可以有機會過家更加好嘅日子咧？如果是我們應該我們會透過啲咩嘢嚟到令大家過得好日子？啊，當然康基亦都不少係支持政府噶，我哋一路咧都會保持同各個界別溝通。咁呢一類人咧，相對易搞啲啦嚇。我頭先講兩類，第一類咧就係對抗性，對民主有誤解；第二類咧就是希望過翻啲好日子。咁第三類我講緊就係我哋呢啲係所謂建制派嘅，這個易搞啲。但係建制派點樣能夠係大家團結起嚟？做好呢件事咧，其實亦都需要大家去一番嘅思考。啊，呢個三樣，呢個係我哋香港內部要做。邊樣嘢最易做咧？冇一樣嘢係易做。嗱，但係相反嚟講咧，如果我係一個政府，我覺得第二類咧係有把握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你第二類就係講佢其實要求就係，我覺得好合理，因為一個普羅市民需求過好啲嘅日子嘛。咁作為一個政府，確實有責任要讓我哋市民過一個好啲日子噶嘛。我哋國內講幸福感、獲得感，呢啲都係好啲日子噶。咁我哋其實透過我哋政作為一個從政者咧，透過種種嘅政策，不論你土地政策又好，房屋政策又好，都可以其實處理到不少呢啲嘅問題，都可以未必即時可以解決到，但係起碼能夠為希望過日子嘅，呢個係佔大多數嘅。我哋嘅普羅市民係帶嚟一個新嘅希望啊嘛，佢哋見得到嗰個曙光啊嘛。咁呢個好重要。自認民主、自以為民主嗰啲，你點樣糾正佢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咧，係要大家要一個係深入去討論，可能甚至係一個深入到每一個佢嘅社群，深入到佢嘅團體。我永遠都係相信咧，事實咧即係越辯就越明嘅。你一定要透過深入討論，有一個對抗性嘅心態嚟到去到咧，有一個理性討論。第三類建制派，我講咗自講之後咧，就係清一色。其實建制派從來都唔清一色嘅。如果你大家了解建制派嘅時候，你睇其實一啲都唔清一色，係嘛？好啦，喺啲咁唔清一色嘅一個建制派嚟，究竟我哋喺落實我哋參與？呢、这個以愛國者為主體嘅港人治港嘅時候，究竟我哋點樣大家可以組織起嚟嘅協調，發揮更大嘅效益咧？呢、这個又係要大家要諗㗎。我哋建制派傳統嘅做嘢方式係咪都啱咧？
需唔需要一啲新嘅方式咧？舉個例好簡單，建制派同我哋而家建制派喺個我哋基礎係究竟係邊個年齡嘅組別嘅咧？我哋嘅青少年嗰個建制派而家做嘅工作足唔足夠咧？將來點樣樣做咧？呢全林林種種都係需要諗。但係另外我哋面對咧就係大國嘅國嘅大國嘅國與國之間嘅博弈，比如我哋中美嘅。我肯定，其實而家已經出咗聲啦。對於我哋國安法也好，對於而家我哋係完善我哋選舉制度，已經話我哋係反民主嘅啦。啊，呢啲嚟講喺個大國嘅博弈裏邊，究竟我哋香港就變咗就係一個博弈嘅一個磨心。喺香港作為一個磨心，你點樣去解決咧？呢個我相信咧係需要中央政府同埋特區政府咧嘅管治班子，亦都要諗清楚。面對一啲外國嘅無理嘅批評或者一些無理的所謂制裁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處理，這些都需要準備。這個完善選舉制度可能聽起來就是應有之義，可能就是說是又是一個是其實就不是太複雜的事，但是在實行起來的時候，面對剛才你說面對的阻力，無論在香港本身或者在國際的舞台裡面，都不可以低估。